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垦丁国小外面，那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陆陆续续的来这边上学，因为今天虽然下午是停班停课，不过早上还是要正常来上课的。那不过有家长呢就认为说，其实这样子蛮远的，所以再送会是一个问题，也会担心下午放学的时候接送小朋友会不会那时候风雨比较大。那现在也听稍早民众的访问，因为我们住恒春，所以来回的话可能都要半个小时，因为也不知道就是过了中午的风雨会不会太大。 那据了解呢，垦丁国小是一间特色国小主打的是海洋课程。那其实有不少人都是从恒春镇上直接来这边上课，那因此这个路程呢，其实算是比较远的。那也会担心下午潮选台风会不会带来强劲的雨势跟风势，导致再送上下课会出现一个问题，这也是不少家长会担心的问题哦。那也提醒民众啊，中午要再送小朋友的时候，也务必要注意安全。